圆形的戒指代表的是圆满，代表的是新的一年我们自己的爱。现在呢，我也想为您的新郎官紫伟戴上戒指。戴上戒指的同时呢，也代表着我们永远牵手，并且心爱着对方。同时，这戒指也是我证明我们的友谊。现在呢，我们的新郎官，请您面对您美丽的新娘子，请您专注的看着她。现在，你可以先拍她一起的头像。然后有相机的朋友，大家赶快拿出相机，调整好角度，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哦。